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全球性大国，我们对于解决今天的全球性问题负有重大的责任。那么双方现在啊，如何去找到更好的合作点、合作领域？我想在全球治理领域解决全球共同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，包括全球性挑战，实际双方都是可以合作的。我特别注意到，这次两国元首会晤的时候，专门提到了在 AI 的问题上，双方要进行合作。这是新科技革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，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可能带来的巨大提升，同时新技术背后也有很大的伦理问题。如何去使用这个技术，如何让它这个使用这个技术朝着我们希望的正确方向去发展，这些呀，两国需要合作协调。除了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些问题之外，在传统安全领域，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热点。如果中美两个国家有共识，能够推动的话，我觉得解决这些热点问题都会找到很好的方法。我想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大家能够坐下去，谈起来，找到共识，